哎，最后一个也不问问我吃不吃吗？嗯，那给你呗。我不要。咋不吃啊？不是你主动给的，我不要。哎，那个什么呢？你就是没有那么在乎我了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行了吧？什么语气态度啊？嗯，不就吃个零食吗？怎么还上升到态度了？哎呀，你不想让我吃就直说。我这不给你了吗？不用，这已经不是最后一个吃不吃的问题了。是你没有那么在乎我了。我想吃个零食嘛，你之前也没跟我说你想吃呀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吃不吃？你万一又是减肥又不吃呢？这不吃那不吃的，就是没有那么在乎我。我让你给我买的鞋你买了吗？平白无故的，这不是想着送了没有意义吗？我想着挑个特殊点的日子再给你送。用心者不用骄。嗯，你现在连多一个字都不想跟我说了吗？嗯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好，那永远别说了是吧？那不说了。你没完了是不是？不就一包零食的吗？你搁这上纲上线，你是不是分不清大小王了？你今天就给我买一包加米条，我明天给你买10包，我给你堵上嘴，看你还有那么多的长篇大论吗？笑东西还治不了你了。